天气开始变冷了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想吃东西，但又好怕长肉呢？好，我们应该要来动一动。今天我们的日本记者木下翠拜访台美混血的健身老师 Andy 老师，他有着小黑人老师的绰号，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曾经在电视台晨间节目看过他带大家跳早操。今天要教您跳的是有氧舞蹈，也分享他的健身菜单。天气开始变冷了，是不是觉得该动一动呢？今天木下带你来居家运动。换好衣服了，现在呢我要找一个超级厉害的健身老师。老师哎，等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会讨厌运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都没来上我的课。是吗？对，没有找到对的老师。一开口就超级爆笑，但跳舞动作很专业。他是台美混血的 Andy，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以前在电视台的晨间节目看过他带大家跳早操。你要怎么这么帅？你要这么说？这个真的太难了，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？有，简单有。今天呢，我就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，可以适合在家跟着我一起运动。哎，换手。哎，手。来电视机前面的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请找个地方站起来，跟着我们跳起来吧。往前走，好。哎，往后退，再换，嘿，这里，注意，嘿，嗨，什么都不必说，这里，这到底想起什么？有没有想起来？有。Ending pose。有，是有那个运动到的感觉。有。其实老师，好。老师现在体力很好，是。但是我记得老师7年前有受伤过，对不对？对，7年前受伤。其实后来医生他是讲说，就算开完刀，也不会好。最好的状况之下就是坐轮椅，但是就是一辈子坐轮椅。没想到 Andy 从椎间盘破裂倒下，坚持不开刀，到拿着拐杖站起来，只花了1个月的时间。连医生都吓到说：“你怎么做到？”说：“其实我真的我也不知道，只能讲说，就是那时候求生意志，那时候求生意志很强。”经过1年多的复健，能够自由走路，到现在带大家跳舞，透过自身的经验教大家健康的重要性。日文有一句话叫做健康は食事から，那我们来看看老师运动完之后都会吃哪些东西呢？走，一起来看看老师的健康餐。大家以为运动完只能吃健康餐好吗？即使吃港式料理也可以很健康。老板，一切要照旧。谢谢。油鸡，对。真的，我看这样子看，好多蛋白质，要吃到这么多蛋白质吗？对，其实运动完之后，其实要补充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嘛。开动啦！大家听吗？开动了，对，我在看日剧，我知道。对，我懂。好，我吃这个。好的，你试试看。好吃啊，而且是不会油腻。看看老师点的餐，招牌油鸡饭、猪腱肉饭，还有小豆干、大豆干、花生、黑轮片，真的是满满的蛋白质。还有补充一点蔬菜，要上汤。最重要的是吃得开心。刚刚听到很惊人的，老师已经51岁了，对不对？51岁，为什么我可以51岁保持这么年轻？因为我都吃油鸡嘛，所以我才介绍你吃油鸡。
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多吃有机，好不好？就可以保持，就可以健康，对，保持年轻，对，重点是好不好？与其呢你在吃上面呢这么的挑剔，不如呢好好的运动，真的要运动。小姐，家里和我爱，哎，这首歌非常经典哦。往后往后，手打开我的心，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好柔美，好柔美，有了你的爱，我的心。注意了，注意了，转圈了 ，ending pose 哦 ，pose。